儿子，美食作家王刚的频道恢复了吗？这样行吗？已经出来肉味了哈。哎呀，这是排骨加萝卜，排骨哪去了？怎么看不见排骨呢？豁了豁了，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桌子就是我们今天买的二手的桌子啊，然后这是我们三个来到加拿大以后第一次在一个正经的桌子上吃饭。当然除了饭馆以外，去饭馆呢花钱呢肯定坐的也是正经桌子。然后就是有一个情况，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搬家，因为为了孩子上学一直想在学校附近安家啊，其实来来回回搬了很多次，家里有很多家当呢也都就因为搬家有的就扔掉了。不过呢我倒是觉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像一个网友说的哈，吾心安处即是家，所以我们并没有觉得在物质上的欠缺是一种委屈，相反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呢会积蓄更多的能量面对我们的未来。笑啥呀？说的太假是吗？现在给你做点米饭啊。灯不行啊，但是绝对不影响口感。来吧。不应该吧？它这个中间有一个平台啊。那你就捧着两个手捧一个，那就太轻了对吧？对啊。这牛奶瓶的作用老大了啊，这边可以用作锻炼身体。然后之前这个牛奶瓶看用作这个线材的收纳。但困了这么多天了，是因为咱一直搁冰箱的问题吗？不是，如果能买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品种。我们又要出去买一个东西啊，这回这个东西是一个电子产品啊。啊，真是黑色。狗不会跳出来吧？应该不能吧。所以这边的狗可自由了。你看它那个窗户，估计单独就是。对啊。狗世界。对，这边狗可自由了。让他俩去了啊！我就在车里边等他俩，主要是让我老婆锻炼一下。这个来到这儿以后，就是你发现有很多东西你不得不会，你就自然而然的，你想不学、想不练都不行。这角度看我眼睛有点像是肿眼泡是吧？但其实没有。Thank you. 说吧。哎呀，这他妈的，误到大学里。这是人家这个姐姐看着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，但是人家的确是帮我们把车从雪堆里给弄出去，不换动胎不行，再这么搞下去，要搞死人。啊，这些人。不是陪我儿子来买那个瓦抗板吗？瓦抗板，先不说瓦抗板买成没买成啊，车陷到里边了。后来其实小哥也说了，说这个瓦抗板有可能是坏的。他说要不然我免费送你得了。我说别介，我说这个万一要是好的，真是驱动的问题，因为他不懂我懂啊。我说万一要是驱动的问题，我还是给你，给你个 e-transfer。他说反正是他朋友 James 的，他说他不在意，他说你到时候问 James 吧。
那后来发生的事儿呢，就是我们要走的时候，车就误在雪里了。由于我没换冬胎，前面那个车的那个车胎的纹路也不怎么行，就真的就是怎么弄也出不来。我正在和我老婆还有我们三个人有点稍微有这么一点焦急的时候，哎，发现小伙儿就是拿着一块板儿就过来了，就帮我们垫到那个车轮下。后来还是一顿操作不行，最后又出来一个姐姐，有点赛博朋克那种平头，然后穿着一个是背心还是吊带，其实是背心不是吊带，然后一个平头，他出来了，然后指挥我说你应该怎么打方向，然后慢慢的踩油门。可能他觉得我做的不够好吧，因为没能从雪里脱困，他就说你介不介意说，哎，我来试一下。我说那当然好啊，你能把我弄出去，你别说试一下呀。他就来操控这辆车，他应该是这里边经验最丰富的。他不但知道怎么前后左右的这个打方向，而且呢，他还指挥这些人朝哪个方向推，并且告诉我们把地垫怎么怎么弄。最后啊，我们在众人齐心协力的情况下，就已经现在这不是在路上了，说明我们已经脱困了。这里边我说一下，就是大家都是说北美人烟稀少，但其实真正有问题的时候，还是会有人愿意站出来。他们两个当然这个是在他们家门口，还有另外后边还来了一个大爷，当然大爷是这个嘴炮啊，告诉我说应该怎么样怎么样，事后诸葛亮。但是我是说，就是在北美，并不是说因为人烟稀少，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找不着人，甚至有的时候呢，我只针对这个事件啊，大家别说啊，你别人帮你你就说是好，我只是针对这个事件啊，就是真的是我没有寻求帮助，就有人主动的来帮助我们脱困。好了，啥也不说了，下一步赶快去换冬胎，免得又遇到这种事儿，就不一定每次都能有人来愿意帮我了。回来以后，我们自己装一下驱动试试啊，因为是 CTH670，所以装个驱动试试，这就是我们两个比较擅长的领域了。啊，你是打算在 Blender 里用是吧？是。我们俩花了四五个小时啊，把这个给整好了。我估计卖他的那个小哥可能也是由于系统更新了，然后这个老了不能用，就他也弄不好。你用给那哥们打点钱吧，你跟他联系一下吧。你跟他说一下，你说那个下午的时候两个朋友帮咱们从那里边给咱们救出来。你多给他点钱也行，让他来给他俩买两杯咖啡啊。诚实在这儿是很必要的啊。现在小胖在跟卖主联系，找他要一个 e-transfer， 是用鼠标弄不出那么平滑来对吧？嗯，这个好用一点是吧？那你还行呢。那不是鼓起来的吗？这不是哪为什么其他本来